大家好，上节课呢，咱们又利用阿贾克斯中的方法和属性，完成了对服务器的请求和显应的处理。那这节课呢，咱们来简化一下阿贾克斯的使用。比如说前边咱们做过这个例子，咱们看到了需要创建阿贾克斯的一个对象，然后呢这块又请求服务器又响应服务器。根据代码分析，咱们会发现大部分应用都是固定的代码，也就是你不管做多么复杂的项目，代码的写法都一致。所以呢，咱可以把一致的方法形成一个很有用的 Java 四块块对象，变成简化，也就是把这么多代码变成使用阿贾克斯的时候呢，就变成一条代码的使用，那就方便你的使用了。那这就咱们要想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象，那就需要你对 JavaScript 基础掌握的很好，才能写出完好的对象。那我在写的过程中呢，如果你对 JavaScript 的对象不太了解，你可以去复习一下 JavaScript 对象，然后你才能看听懂这一节课咱们所介绍的这个对象。但是就算你对 JavaScript 的基础不太了解的话，你也可以根据我做完这个对象去进行去应用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现在想做一个文件，怎么能让我们最简单的应用，所以咱们要先知道需求。比如说 test.html， 我最简单，假如说你想做最简单的一个应用项目应用的话，你肯定需要这样。首先我加载，假如说我把那个对象写到一个叫做阿贾克斯点 js 文件中，那你在程序代码中只需要加载一条文件导入这个库，然后你在程序中使用的时候使用阿贾克斯，因为使用阿贾克斯就是一个请求和响应，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这样 AJAX 调用一个叫一个方法，看这样就能获取阿贾克斯对象，这个呢咱很容易写出来。那在这个类里边，假如说有一个这个方法返回去这个对象，然后我想用 get 请求，调用阿贾克斯里边 get 方法，那我需要在这个对象里边设置一个 get 方法，然后这块就默认让它用 get 方法请求，请求哪个服务器的地址 URL， 这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的应用。如果想需要传递数据的话，比如说 server.php，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传，比如说用户名等于张三，然后 underscore email 等于AAA 圈 BBB， 对吧？是这样传递的。如果你想要服务器有接收的数据，你就可以传第二个参数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括号大括号，写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呢，就是咱们上节课介绍的阿贾克斯事件监听的时候，数据有返回的时候去接收处理的。但是你这里边也不用写大量的代码，像咱们程序中这样的判断都可以写到这个方法里去，所以咱只需要把返回的数据让它设置成这个参数就行了。那我这会儿需要接收到的这个 data 就是服务器给我们返回来的数据，接收到的就是服务器返回的数据。这是 get 的应用。咱说阿贾克斯还有 post 请求呢，那有一些大的数据你得用 post 请求啊，那我可以在这个阿贾克斯对象里边再来一个这样的方法 post 的方法，然后里边第一个也是服务器的地址，第二个就是我要传递的数据啊。如果不传递数据，你就传空就可以了。那假设我需要传递数据，我可以按两种方式传，可以先按第一种方式，就像咱刚才说的，用户名等于值的形式。假设按的符多个用多个名，比如说 AA 等于 BB 这样形式。然后如果需要数据返回，后边参数也是一样的 ，function data 数据。那我接收到的数据我想怎么处理都可以了，这是我接收到的数据。
那 POS 呢，你还可以写另外一种应用，因为我们都知道，简单的对象声明方法是这样的，简单数组声明方法，比如 LR 等于这里边是 AA BB CC DD， 这是数组的声明方法。那简单的对象声明方法呢，是这样的， OBJ 等于大括号，比如说变量名 name 等于张三，然后逗号年龄十岁，逗号性别男，你看一下，这就是对象声明方式，然后可以访问 obj 点 name。 所以呢，我们能不能以对象的形式传递参数呢？可以。那我们假如说我们在用 POS 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在存参数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做了，点 PHP 逗号大括号，比如说名字张三，如果存多个值的话，用逗号隔开，年龄十岁，性别男，你看存的是 JavaScript 对象的方式，直接把对象就能存给服务器，然后后边 faction 假设接收的数据，后边格式都一样，如果需要接收数据的话就这么做。所以呢，咱们需要在这里边这个对象里边这个方法获取对象，获取对象之后呢，并在里边写上 POS 的和 GET 两个方法。 POS 的呢，第二参数你要写多种应用，然后呢这两个方法呢后边参数都可存可不存，而且存的话都是存一个回到函数。所以呢，咱们就可以把阿杰克斯简化成任意的一条代码去使用，就不像咱们上一节课用起那么复杂了。因为阿杰克斯中的大部分代码你写任何项目都是固定的，就像咱们这个，你假如说现在每写一个项目你都要这么发送，都要写这么接收，而且都要写这个对象，既然是固定的，咱们就能给它形成一个加速卡车的对象，那在 PHP 就所谓的是类的概念。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既然知道需求了，那我们就来做一个这个阿贾克斯点 GS 文件打开，然后整个这文件中呢就这一个方法 faction 叫做阿贾克斯的方法，阿贾克斯的方法整个就这一个方法，然后我们这里边要创建一个对象，阿贾克斯对象，比如说 aj 等于 new objct， 先创建一个空对象，看到了一个空对象了吗？在这个空对象中，我给用户提供的是两个方法，阿贾克斯里边的 get 方法等于 faction， 给用户提供一个这个方法，给用户提供一个 pos 的方法等于faction， 然后我只需要做完之后返回阿贾克斯这个方法这个对象，那你看一下，我一调用这个方法，那么我就能获取这个对象，这个对象中就有 get 方法和 pos 方法。那么咱们现在就来细致的去把这个对象去做完。这里边因为阿贾克斯这个东西不光是处理 HTML 也能处理 XML，所以呢我们在这块参数里边就加上一个返回的这个类型，返回的类型，看这个，如果用户那这个类型呢做成阿杰克斯的属性，比如叫做 RECVTYP， 这个类型等于，如果这个类型存在，我们就假如说存的类型我可以不区分大小写的，那比如说我就将 RECVTYP转成都转成大写 to 用字符串的里边的方法 UPPER UPPER CASE 都转成大写，然后付给这个属性，否则的话我让它默认是 HTML， 当然用户可以在这传 HTML 也可以传 XML， 也就是我们在这块写这条语句目的用的时候，这块用户如果在这块不传，它默认就是 HTML，也可以传 HTML 小写的，也可以传 HTML 大写的。如果传 XML， 那我们就想让这个里边的 DATA 不是服务器返回来的数据，而是 XML 的对象，做到这点就可以了。有这个，然后他说了，阿贾克斯通常得需要一个请求的一个 URL 地址，
阿贾克斯里边有一个target 请求的目标的一个 URL， 展示咱们有不知道 get 方法和 post 方法请求的是哪 URL， 我先给它附上空。当然了，这个对象必须得在创建对象之后，因为我们得先创建对象才有什么，才有这个对象的应用。你看，创建一个空，然后呢，我们还得有把什么字符串传给服务器，所以我在这里边再加个属性，发送的字符串就是你给服务器什么数据让服务器接收，就地址栏后边传呢，或者什么地方传都可以了。然后阿贾克斯咱们用最多的就是得需要创建阿贾克斯本身的RTTP 那个对象，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咱们就需要先做一个在阿贾克斯里边创建一个方法 CREAT 创建 XML HTTP REQUEST 这个对象，比如说在这里边加个方法。当然我们如果你不用这两个方法的话，直接调用这个方法也是创建的 Ajax 对象。当然这个方法咱们前边呢已经创建过了，我就没有必要再写这一遍这样的代码了，就这个。看一下，返回这个对象，这就是创建 Ajax 引擎对象的一个方法，是固定的，我就没有必要重新给你再写一遍了。这里边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咱们阿贾克斯的录制的第一集，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样的话我通过在外部调用这个方法对象的中的这个方法，就可以直接获取阿贾克斯对象，你可以自己去自行去应用。那不自行去应用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阿贾克斯里边直接咱们使用 XMLHTTP REQUEST 这个对象，让它等于阿贾克斯里边的刚才上面的方法，咱们刚写的这个方法，因为它现在是对象里边后边直接附上的方法嘛，咱们来一下这个方法。讲这个方法之后，这个就是这里边返回的阿贾克斯请求的对象，就是阿贾克斯请求对象。然后咱看一下 get 方法请求，咱们开始写了。里边咱说需要两个参数，一个是 target 目标的 URL， 一个是需要传给服务器的结果的，一个是回调函数，就是专门处理结果的 RE 结果的一个回调函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块应用需要一个地址 URL 和一个回调函数，需要这两部分。然后咱们看一下，既然需要回调函数，那回调函数呢，我在这块既然赋予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我需要也声明一下，就相当于成员属性等于 resultHandle， 就默认咱不知道是多少呢，所以先附上空。然后这个 pos 方法呢，咱需要比 get 方法多一个参数。这个 pos 方法除了第一个有target URL 这个目标之外，还有发送的字符串。 get 呢咱直接可以在地址栏里边 URL 里边附带这个发送参数，而这个呢咱们要自己去写啊，存参数，然后后边呢也是回到函数 handle， 它需要三个参数。那我们先来看 get 请求的地址呢，我可以直接交给全局的地址，然后其他地方就可以用了，交给全局的，全局的是 aj.targeturl 等于参数传进来的 targeturl， 是这样。那么这 post 也是一样的，如果调用 post 方法也让这个 targeturl 等于传进来的 targeturl。 当然这两个方法你可以一个一个写，咱们现在就一个一个写了。你看，首先呢要判断我传没传递这个回调函数，咱说不传递回调函数，直接传个地址栏，就直接让服务器执行，除非你需要接收数据的时候才传这个函数。那我们首先就得判断，如果传递这个第二个参数，这个 result handle 它
不等于空，如果等于空的话，证明用户没存；如果不等于空的话，我们才怎么的？我们才去处理这个函数。那咱处理一会儿再做。但是这里边我们先要干嘛？如果是url get 这个方法，我们先干嘛？先用阿贾克斯里边的 XML HTTP REQUEST， 用这个我先复制一下，因为咱们经常要敲这个字符串，把这个，这是阿贾克斯引擎对象，调用这个引擎对象里边的，你看一下 OPIN 方法需要打开，用 get 方法去请求服务器，然后直接打开请求地址 a 接点 target 请求的地址，这样的话用户如果在这块存的地址付给他，他在这里边直接用就可以了，然后 get 方法直接请求这个地址。当然了，后边参数我们得传一个 true， 传递一下这个地址。这块呢我们最好判断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火狐浏览器怎么判断火狐浏览器啊？当窗口对象里边有就是非 IE 的浏览器 XMLHTTPREQUESE， 你注意大小写的问题。如果是非 IE 浏览器呢，我这么请求，其实非 IE 呢我这块之间呢不用传这个参数就可以，然后但是我一定要里边要 S 这块一定要SEND 发送一个空过去，如果地数据在这传过去也要发送一个空过去，否则的话我这个地方啊直接就可以否则的话我这块必须得传一个处 true， 那这块传这个空就可以了，这无所谓的啊，这样的话我就能请求服务器了。那可以请求服务器了，那你看我这块如果请求服务器成功，这肯定是会成功的，如果咱们代码没写错的话。那如果它传一个回调函数的话，不为空的话，我就把它传递的这个回调函数传递这个函数，你看注册到，先把注册到咱们那个事件对象里边 XMLHTTPREQUEST，看有没有错 XMLHTTP request O， 然后是 on， 得加上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很长，看一下这个，我得用阿贾克斯对象里边加事件，加事件就让它调用谁啊，调用这个阿贾克斯里边的这个对象里边的处理方法，调用一个内部的一个处理方法 PRO， 假如咱们就写上 CESSHANDLE， 随便写个方法。那这方法有没有呢？咱们还没有呢，所以咱们得在这块把这个方法得写出来 PRO CESSHANDLE 等于 faction， 你看一下，也就是如果有这个方法了，那么我们在触发事件的时候，数据一接收的时候，将它自动调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我就在这儿写的，看一下这块。然后呢，我这个方法是用户传递的方法，应该注册传递的方法，传递方法不能直接处理，所以我们在这块得把阿贾克斯里边前面咱们声明过一个变量，我记得叫做 result 结果的这个等于。传进来的参数 DELDLE， 这块写错了 DLE， 你看因为上面我这块写了一个 result， 这个就是专门接收这个回调方法的，把回调方法设置给全局属性，然后我在这里边就可以使用这个全局属性的这个回调方法了。然后我现在说先判断，先判断什么呢？刚才看那个状态，因为监听事件它传输中啊交互中啊都会有的事件，所以咱判断这个里边的 READYSTAT 这个如果等于4的时候，
是完成的时候我们才去处理，在这里边，然后还得判断阿贾克斯里边的 STATUS 这个状态等于200的时候，是完成的时候我们才去处理数据。然后这里边处理数据怎么处理数据啊，这个回调函数已经交给全局了，所以我这里边直接用这个 RESULTHANDLE， 全局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传过来这个回调方法。那在这个回调方法里边，它的构造传给这个回调方法的构造方法参数，那就得分情况了，然后你就再判断。如果这个对象中的 RECVTYP 类型如果是 H 两个等号啊，是 HTML， 那我在这块内容这里边就通过阿贾克斯里边我将 RESPONSE 文本请求的文本放到这个传的参数里边，所以我这块存回调函数赋给这个全局属性，全局属性这块参数，那我在这块用的时候，这里边才是直接就是返回的文本这个参数。如果我存的是 XML， 你看啊，否则如果 AJ 里边的 RECVTYP 等于是 XML 的话，那么我这块阿贾克斯里边的回调函数 HANDLE， 那里边需要的结果就是响应的是 XML， 所以就是那个对象了。如果存 XML， 这块就根据这个传递的参数我们来判断的是 HTML 还是 XML， 按照参的。那这个 GET 方法现在就好用了，get 方法就好用了，咱们试一下可不可以用。你看我现在 test 这里边，我现在把这个打开，按照咱们需求写的，看我这块把 get 方法打开，请求服务器把数据传给服务器，然后返回的数据能不能弹出来，我只要一刷新它这块就执行阿贾克斯了，我不用说做一个按钮点击咱们就可以做实验。服务器呢 SERVR 接收用户名，服务器这块写上 SERVR.php， 然后打开将括号 php 输出$下划线 get 里边接收到的用户名 username， 然后再连接两个井号，咱就随便看一下这个输出，只要一请求就输出。好，我们访问这一下，看 get 方法好不好使，不好使的话咱们再去修改 localhost 是 test.html， 返回的是对象 test.html 返回 DAT， 哦，传的是 XML， 当然返回是对象了。我不传或者传 HTML， 我们再来试一下。你看返回张三这个字符串，证明 get 方法好使了。所以我们就把 get 的请求方式简化成这一条了，请求什么地址，然后传回调函数，回调函数里边这个参数那就是服务器的所有输出。刚才咱也看到了，传 XML 的时候返回就 XML 对象。那我呢，咱们在这里边再写 post， 你看 post 呢跟刚才的写法一样，只不过它需要是三个参数。第一个咱们已经把请求地址付给他了，然后呢首要这个参数，这个参数两者呢皆可以，如果咱们也想支持这个对象的形式，这个对象咱是可以便利的，所以先判断这个传的类型是不是对象，它直接就是快速声明对象的方式嘛。所以咱这里边我先判断一下，如果 TYPEOF 先判断谁啊， SEND STRING 发送这个字符串如果等于 objct 是对象的话，那我就需要这里边处理一下便利这个对象里边的值。咱们便利对象的方法在 JS 里边有语法叫做 fill in 的方法， fill in 前边呢是一个我随便定义一个变量名，
随便定义的一个变量名，然后后边呢就是这个对象，那这个对象就是传进来的 string 这个对象，然后 foreign 呢会这个对象里边有多少个属性它便利多少次，第一次便利呢会把这个对象中的第一个属性名属性名付给它，所以这里边我就可以让 str 加等于转成咱们说键值加安德福连接的形式，转成 pl 这不是属性名吗，便利出来就属性名连接上属性名等于值的形式，那值呢正好是对象的形式，那就是 send string， 那对象的访问方式呢，如果是值是对象的属性名，如果是变量的话就得用中号的访问 pl， 就访问出了属性名和属性值连接的形式，再让它去连接一个安德福，如果有多的话用安德福连接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最后一个每次连接最后一个都多一个安德福怎么办呢？ aj.string 不对，那是 send 发送的字符串，我直接赋值，你要直接赋 str 的话那最后一个会有一个那个安德福，所以呢咱怎么办？ str 点取个子字符串 sub str 从零开始取，取上 str 点 length 这个长度简易的就把最后一个字符去掉不就可以了吗？否则的话如果它直接就是咱们传的pose 方法可以发送字符串，那直接让这个全局的传递这个发送的字符串这个直接就等于参数传过来的这个字符串，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了吗？这样的话第一个参数目标有了，第二个参数这个传输字符串有了，是对象咱们也转换成这种格式了，普通的可以发送给服务器的字符串咱们也有这种格式了，那下一步你就一样的判断跟上面是一样的，判断回调函数传没传，如果回调函数传的话上面咱就不用写了，你看如果没传空的话就不用写调用回调函数，如果传空的话，如果传回调函数了，那证明用户想接收服务器发回的值，还是注册一个到这个方法里，在这个方法里接收，将这方法付给全局的这个，这是一样的。那我们怎么请求呢？注册完事件，这是接收的，那我们怎么向服务端发的数据呢？那用 POST 方法，这个复制一下，你看用它这里边的 open 方法，首先那我肯定是用 POST 去打开服务器了对吧，然后传直接也是传递目标 target URL， 那当然最后一个参数这个可以不写了，因为 POST 的传递跟最后一个那个没有多大关系，然后这块我一定要像咱们前面写的一样，如果是用 POST 的咱们一定要使用一下这条语句，设置投信机告诉服务器的一个编码方式它才能接收，不然它是接收不到的，这是咱们上节课写过这条语句，然后在调用这个对象里边必须得传一个什么呢，传一个发送，但是发送并不是发送空了，而正式传递咱们第二参数转化后的这个字符串阿杰克斯里边的 send string 就能直接把字符串发送过去，发送给服务器然后最终返回，那这样的话咱们这类就写完了。这个咱看一下 POST 的这两种格式好不好使，这个注释掉，然后比如说先传这种格式的，这块用户名等于 v6， 那咱看是不是返回 v6 井井，设置一下刷新一下，哦 v6 没收到啊，服务器端因为我用 post 传递的，所以我这块就得用 post 的接收，最后再来试一下，好 v6 井井就对了，正是服务器给我们输出的记录。那如果我改成这种格式简化的应用，刷新一下，刷新不对啊，看一下啊，这没有 username，所以它没传过去，刚才咱们只传了服务器只接受 username， 好这也传一个 username，
你看 ZS 情境镜，我这是传过去的值就是 ZS 情境镜。当然如果我换成 XML 的话，那就可以处理 XML 文件了，接收返回的 XML 对象。所以以后你在你的工作中，如果你会使用这个类的话，当然这个类写起来很复杂，写起来很复杂，你不要说非得模仿我去把它再写一遍，因为这个类我已经写了十多遍了，所以很容易就能把这个类写出来。你要自己写不用设计这个类，你只要会用就可以了。假如说在我这源代码里边把它拷出来，在客户端怎么应用呢？一定要用这个执行三种应用方式。当然我只传递不发送的话，我最后一个参数也可以不传，也可以不传，像这样的也是行的，但是服务器也执行了，也接收数据了，然后服务器去处理，如果有输出信息的话再这么执行就行了，这也不是错误的，你看只不过没有输出的信息。这就是咱们这节课的内容，这一个内容就是创建阿解克斯的应该叫做对象，因为阿加 GS 里边没有类的概念，创建阿解克斯对象，简化阿解克斯的应用，那对象的整体创建过程就是这个代码，就是这个代码，然后简化到了我们只要是用一条代码就可以写完的阿解克斯应用。所以以后呢你就不用，没有必要像上一节课每一个属性和方法都要去机写。当然你如果你是学习的环境，你最好将这些都去写一遍，最好都是将其写一遍。那既然有了一个这个类了，那咱们就用这个类去写一个实例，你看一下多么简单。假如说我写用户唯一校验的一个实例，唯一性校验，我先把这个都关掉吧，我都重新去重新去使用，关掉。假如说这块我做一个表单 form.html。然后这块我再做一个form.php。 这个唯一校验呢很简单，就跟咱前边演示过的一样，就是做这种，当然我只给你做一个程序了，界面上我就不去下功夫去完成了。看下这个，比如说免费注册，你看一下这块，比如说 admin 一点，在这地方有用户已经存在，你或者123这些该用户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首先呢肯定得需要一个表单，比如说 form 表单呢可以提交到用户任意的注册的页面，对吧？然后呢方法可以用 post 的，这是表单的方法，跟咱们校验呢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然后用户名，比如说 input TIP 类型等于文本的，然后名字等于用户名，值呢咱们可以不没有。这块呢我可以加一个span 标签，专门放那些校验后的结果是可以使用还是不可以使用， ID 等于user name， 可以放在这儿。当然了我这里边还可以有其他的表单，比如说密码，那这些呢咱们就不去校验了，只校验一个就可以了。然后呢也有提交按钮，这里边input t 等于 submit， 然后值等于 submit， 然后这里边一点回加一个事件，焦点一离开，比如说 onBLUR， 这是焦点离开的事件，离开的时候我随便调用一个方法，那这方法呢我就可以写在前边，比如说 script 里边斜杠 script function 输方法，然后我一回这方法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标签的 this， 就是这个标签的 value 值传过去，就是你输入的那 value 值，那传到这里边，假如说是用户名，我们看一下我们输入的用户名能不能弹出。好，我们通过服务器访问一下 localhost
啊，记住 PHP 下边的有个叫做 form 点 html 的，你看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输入 admin， 鼠标一离开就弹出 admin， 我输入 hello 用户，然后鼠标一离开就有个 hello 用户弹出来。然后下一步呢，我就需要请求服务器了。当然我这块只要把那个前边咱刚写过的阿贾克斯点 .gs 文件包含进来就可以了 ，script， 然后在这，当然了，你要把这些放到页面全部写全，比如说 HTML 啊，body 体啊 ，hard 标 hard 头标签啊都要写出来。然后这里边我就可以创建一个阿贾克斯对象，等于 AJAX 阿贾克斯对象，这里边不存，默认返回就是文本。然后我可以调用阿贾克斯这个对象里边的 get 方法或者是 post 方法都可以，比如说 get， 那 post 也是也一样的，都没关系。比如 post 方法，我请求的服务器 form 点 php， 看一下 form 点 php， 这是请求服务器的地址。然后可以用对象的方式传，比如说传一个用户名对应的前面就是变量名，后边这个，它不会把这个解析成这个值，它就会认为是变量名，后边会解析成传递的这个值。然后如果服务器有数据输出 function， 那么这个数据就会存到这个参数里边来，这样的。那我这里边就可以把这个获取到这个数据放到，比如说 VR 这里边放做一个这个用户名的对象吧， userObj 对象等于 document 点 get element by id 获取到 username， 就是通过这个用户名来获取到这个对象。有了这个值，看一下，就这里边就把输出信息放到这里边，怎么放呢？直接就是 userObj 点 inerhtml 等于 dat， 这样的话就放到这里边来了。那成功失败呢，用服务器去判断。那你看一下，咱们阿贾克斯的应用就应用完了，总共写的代码也没有几条，这里边就用 JavaScript 的方式。当然你可以弹出的方式提示用户，直接 alert 弹出就可以了。那咱现在需要写的就是服务器端，但是服务器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表，杠 U root 杠 P 12345 6，然后呢细说 PHP DB 这个库里边 show TAB TABLES， 看有多少个表。这里边有一个用户司的表，咱查看一下，星 from 从用户司这个表里边查看一下。你看这里边有名字，有三个名字 CCCBB， 这里边如果存在的话咱们就不让它注册，咱就借助于这个表就可以。那咱需要写一个服务器端在这里边呢，也得连接数据库，因为我要发送中文，所以呢前面咱提过必须得写一个，不管它现在可不可以，也要写一个这个内容类型是什么呢，文本的 HTML charset 等于 UTF 杠8，发送这个，然后我去连接数据库，我直接用 mysql 了，等于 new mysql 连接本机的用户名，用 root， 密码用12345 6，库数据库一直用咱们使用的细说 PHPDB。 然后我执行一条SQL语句 result 等于MySQLi 里边 QEY， 我只需要查询 SELECT， 查询从这个用户表里边 WHERE 条件，用这个用户名字，你看这里边现在有一个 name 字段，按这个名字等于传过来的，看客户端我是用 get 还是用 post 的。好，我客户端是用 post 传过来的，所以呢这块就直接用 post 传递 dollar 下划线 post 传递 username 传递用户名。如果能查到判断，如果 result 结果集里边 num 下划线 ows 大于零，也就查出数据来，证明这个用户已经存在，所以我只要输出用户
这块大陆下划线 post 里边的 userim 用户名，它已经存在，已经存在，不能使用。如果你想让它是红色字体，那你可以加一个 font 颜色等于 color， 但是外边是双引号，里边就得单引号 red font， 然后否则的话就是用户可以使用，否则那我们字体可以使用的就 green 绿色就可以了。那这样的一个程序就做完了，现在弹出就放在这里边。当然我在这里边也可以怎么的，先验证用户名不能为空，比如说如果 user 用户名等于空，我直接弹出返回吧，返回就可以了。在返回之前我可以弹出一下，先验证一下用户名不能为空，先验证这个。那我们来做一下实验试一下。好，我刷新一下，现在为空了，我鼠标一离开，这个编码的问题啊，编码，对呀、UTL-8 试一下，哦，客户端看一下，弹出用户名不能为空，没有问题啊。用户名，如果用户名等于空，弹出用户名不能为空，刷新一下，用户名不能为空，看一下。那如果不为空呢，比如等 hello， 我鼠标一离开，看一下，有个网页错误，咱们是什么错误，13行未知错误，13号用户 obj inner rtm 等于 det 等于传过来的数据。我们先试一下弹出可不可以啊，弹出DAT， 看一下，随便写几个，弹出是可以的。那现在错误是阿杰克斯好用的，错误呢就是，用户对象 user obj.iner.html 等于 DAT， 把这个用户名改成用户 ID 吧，用户 ID。一点击的时候获取 get element by id， 得到用户对象，用户对象内部的文本是 data， 再刷新一下 aaa， 用户已经存在不能使用，我这块颜色已经存在不能，已经存在这块应该不能说不能使用了，我这没改，可以使用，用户他可以使用绿色的，可以使用。那假如说我这里边有已经存在的用户呢，有 cccbbb， 那我存一个 ccc， 不对啊， ccc 可以使用吗？这里边是存在的 ccc 用户啊，结果集行数大于零，这会儿加一个单引号，就咱再试一下，刷新 CC 已经存在不能使用， CC1 呢可以使用， CC2 呢不能使用，还有 BBB， 这刚才 CC2 可以使用也不能使用， BBB1 可以使用，这唯一校验就可以了。好，这节课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简化了阿杰克斯的应用，主要是通过一个 JavaScript 的对象来实现的，把阿杰克斯的所有的复杂操作都封装到对象的内部，然后我们在外边只有一条调用，通过 get 方法或者 pause 方法，然后最后呢咱们又通过一个唯一性校验的实例
来完成阿贾克斯的一个简化版本的那个对象的使用。好，谢谢大家，这节课咱们就录制到这里。